欢迎收看咱大新闻到底关心点，海大小事。咱道观鸟路溪社区大学民间分校，日前盛大来举办成果展，比起较早伫市内来举行，即个是特别来个户外进行地球的展演，有学员动静态学习成果，因看到社区大学办学用心，希望未来因规划更加侪课程来提供民众学习，落实终身教育的目标。专业的来演奏着乐器，这阵音乐家是来自社区大学的成员。马洛克社区大学民间分校日前盛大办理着成果展，在草地上饮茶听音乐是相当气氛。选择在户外进行成果发表，这次的发表有三个班队，就是二虎的基础班，还有二虎的进阶班，跟茶语茶文化这三个班各有特色。这是一个中西合并，古今就是古的文化也有新的文化也有的融合，特别我们在这个草地上星空下来进行这样一个茶壶之夜，特别有意义。马洛克社区大学开设相当多元的课程来让大家学习，无论是跳舞、画图，还是音乐，在这拢有上专业的老师来做教学。现在学员拢在这培养出第二尊长，也丰富着因的退休生活。我们的成员呢，有一些是白天上班，然后利用晚上的时间到这边来。那另外还有一部分呢，是已经退休的人员，希望说能够除了平常生活以外呢，也能够在休闲方面呢，能够做更好的娱乐。一个机缘之下，刚好刘木燕刘校长他有在这边教课，然后就来这边学习，觉得这个让我的心灵会比较沉淀一下。它是一个很又偏向古典，又可以用现代音乐去表现，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好的乐器。除了一般项目，社区大学也结合在地特色开设的文化课程，融合着民间的文化，就是要让大家能够感受到地的水，并推广给更多人知影。茶与茶文化班呢，成立已经超过十年了。我觉得我们这一班很好，我们除了说学习茶的基本泡茶知识，那也了解茶的历史文化背景。民间乡算是很大的一个产茶区，那也希望呢，借由喝茶的机会，让更多人了解，茶可以这么样的品尝。那么到关巴洛克社区大厦，我们那是多年学员学习成长，上重要的是和课程生活化，落实终身学习的目标。记者李伟定长报道。